整红素经台北报道，虞美人主持卫视中文台新节目。请问你是哪里人？经举行开镜记者会，现场更是举起杯来，虞美人一致即是圣杯，声明只是将会孕育第二胎。对此虞美人显得有点心慌，即贴节目就是她的第二胎。问起虞美人感情状况，虞美人表示追求者还是很多，但没有固定对象，我对全人类开放。而问起好友王彩桦停电，曾是她的经纪人虞美人则代替澄清，她真的没有也没事。虞美人坦言一看到停电新闻就马上致电王彩桦，很紧张地询问王彩桦是否有受伤，相当关心新闻内容。王彩桦则是回复虞美人没有发生什么事，坦言就是不实的爆料。虞美人也是出关心表示有需要帮忙要说，王彩桦则是赶忙感谢说没事。此外今天 K 和许恩情变仪式又闹开， KID 被爆出几年前劈腿直播主乃晶更约住处翻云覆雨，虞美人和 KID 同为双鱼座。对此虞美人仅说，我每次心动都是真的。来宾沈玉琳和笑甜甜则是仓皇逃跑，即便不知道拒绝提 KID 虞美人开心节目。卫视中文台提供虞美人开心节目，记者红素金社。